我刚刚离哥，先走出去吧。我记得外面应该有个城市，等下就反过来的大地和城市，那座山，等等，难道这是天月城吗？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要清楚，青木，黎明快要来了。青木，总有人需要在黎明前倒下。青木，前，哎，不许人家分两路。炮制雷阵，别起火来！冥王剑，旋转，姑且算是射击吧。哎，司徒明的头枪打歪了一声，引雷之术，嘿，炮制雷阵。王剑，
旋转。你应该能感受到月的力量减弱，看来也请我来不能再次纠缠了。这里是日月更替，本就是世间常理。离哥，你……我并不会要求你理解我们，青乌。但现在，你就好好握紧这块丛玉。假以时日，当世间扭曲，你就……稍微跑跑吧。不要过来，救命！别请我来，将能用的全部用上，不仅能将风挡者和一切罪恶，该反击了，做出全力的一招。姑且算是设思锦的工作和闪无两证，这个可没有打歪这一说。光明剑，在城里好端端的就遇上气脉乱流了，真吓人。这是给你的报酬，请收下吧，谢谢你出手救我。要动起来，救命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不想惹麻烦就把嘴闭好了。行动起来。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这店就要被人砸了。啊，对了，小小心意，还请你不要推辞。我这里还有些水果，就在那边的柜台上，想要就一起送给你了。我还有点事，你自己去拿就好，不用客气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别着急走啊！你刚刚拿东西的视频我已经拍下来了，劝你识相点，留下一千约币，不然我现在就通知守卫，告诉他们你偷我东西。
喂，是守卫吗？我店里有小偷。你涉嫌扰乱天悦城秩序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进去不知吃罚酒。哦，是你啊，怎么急急忙忙的？碰到什么麻烦了吗？开我的车，金屋。丢了！你们几个到其他街区再搜查一下，找到马上通知我。楼上的家伙对吧？真是太帅了。对了，虽然不算是什么好东西，还请你收下这个吧。